正好大家都在，我就让你们都看清这个狐狸精的真面目。他先是在20岁生日那晚，借着酒意勾引我儿子关雄，白睡了他一晚，现在又在这勾搭公家少爷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平日里沐雨薇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，没想到最后委身于关雄这种人。明明跟关雄睡了，还想嫁进公家，当公子是金牌侠，脸呢？看来平时他在学校里的清纯都是装的，哼，好一朵清新脱俗的白莲花。沐雨薇听到这些议论，全身都凉透了，止不住的颤抖。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清纯少女人设，就因为任春花这个泼妇翻车了。哎，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关雄这种人？我们家熊子怎么了？他可是我们全村最靓的仔。对不起阿姨，我口误。各位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你们安静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别的病人休息，隔壁病房已经有人投诉了。小护士走了进来，不开心地提醒道。沐雨薇只觉得难堪极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孙婉、许安安和沐逸峰三人一起走了进来。这里怎么这么热闹？我是错过了几个亿吗？雨薇，你别理他们，好好养伤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我们在郊区拍戏时，当地村民告诉我有一种可以治疗脚伤的中药，我特地带了一些回来给你。许安安扮起了好人，把手里的一个麻袋放在床头柜上，一边说着还一边打开那个麻袋，抓出一把还带着泥土的草药递到沐雨薇面前。你看看，还是新鲜的，一会儿让护工煮了给你喝下，保证你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谢谢你安安，你可真是有心了。我才不信许安安这么好心，再说就算那药草真的有效果，我也不会喝的，要是脚好了还拿什么道德绑架公子。他正这么想着，突然听到苏婉惊叫一声。天哪，这袋子里面竟然有一条蛇，都爬到病床上来了，雨薇你可要小心些啊。沐雨薇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有一条黑乎乎的蛇爬到枕头边，离他不过几厘米的距离。啊，蛇！他吓得赶紧从病床上跳了下来，一下子跑出大老远，连蹦带跳的。雨薇，你这脚看起来挺灵活的吗？不是说得了什么后遗症，脚僵硬到不能行动自如，也不能跳舞了吗？啊，不过是一只剧组拍戏用的道具蛇，就把你吓成这样啦。你们太过分了，竟然用假道具来骗人。到底是谁过分？是你装病在先，想骗公子对你负责，还好意思说我们骗人呢？沐雨薇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别想再赖着我哥了，我们公家的大门永远对你关闭。我没有装病，我的脚是真的僵硬到都不能走路了。但是我听说过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景刺激疗法，人在极度紧张的氛围里会激发出潜能，所以我的脚才会突然变好了。安安，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，是你歪打正着治好了我的脚，我就不追究你用假蛇吓我的事情了。众人对沐雨薇的说辞将信将疑，情景刺激疗法听起来很玄幻很高端的样子啊。正议论着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，门外又进来一群人，一身冷冽气息的穆少辰和跟在他身后的方哲宇，以及一群黑衣保镖，病房里顿时安静下来。我都查到了，这个打手是你那天过去打公词的。三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不认识他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方哲宇给了刀疤男一脚，踢到他跪了下来。呦，三少，我什么都招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跟我那群手下都是因为收了这个女人的钱才故意栽赃给你的。哎呦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？刀疤男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直接播出一段录音。这是行业规矩，有单子上门他们都会事先录音，以免对方赖账不给尾款。我先给你们10000块定金，
帮我假装围殴一个叫公慈的人，并且要让他以为是穆家三少找你们出面收拾他的。病房里顿时一片死寂，穆雨薇就像是一个死人一样，目光呆滞，全身发冷。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现在罪证确凿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我可真是小看你这个堂妹了，竟然敢算计到我头上。众人再一次对穆雨薇有了新的认识。原来一开始就是他设计好的，从头到尾都在自导自演，妥妥的戏精没错了。听说他大哥是导演，怎么没把他带去演戏啊？恶毒女配本色出演，一定会火。这招够狠，哎，不但可以威胁公慈，还能给苏婉和三少制造误会。他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之前还很多男生把他当作女神呢，现在是不是都想自戳双眼啊？苏婉听着众人的议论，越发不敢看穆少辰了，心里难受得很，就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。原来我是真的误会了穆少辰，怪不得他发了那么大脾气，比如是他了，就连我都不能原谅自己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已经探望过雨薇了，差不多也可以走了。病房里的气氛实在太尴尬，李娜娜平日里没少说穆雨薇的好处，赶紧站出来打圆场。接下来穆家人肯定会处置穆雨薇，这个过程要是被同学围观，穆雨薇今后在班上就更抬不起头了。于是众人陆续离开。公子早就不想在这里待着了，这几天他被穆雨薇恶心够了。大哥，你等等我，我也走。别走，你留下。我一个外人留在这里合适吗？谁说你是外人了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是外人呢？他竟说他不是外人。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他的心跳不自觉加速，觉得心里甜得要冒泡了。公子走了之后，任春花也拉着关雄离开。关雄有点不放心穆雨薇，一步三回头。有我的傻儿子，这种贱人你还留恋什么呀？要是娶进门，你骂我一天至少要打他一顿，我打人不要力气的嘛。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穆少辰给穆家其余几个人打了电话，打算当众处罚穆雨薇。不过半个小时的功夫，穆家二老穆延凯、梁淑丹几个都赶了过来。因为穆少辰已经在电话里面说明了情况，穆延凯一路憋着气，一见到穆雨薇就直接给了他两个耳光。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穆延凯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女儿？老公，你别打了，给雨薇留点面子，她到底还是个女孩子。都是你教育的好女儿，她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了，还会在乎什么面子吗？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也是因为太喜欢公慈了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会这么做。而且关雄那家人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嫁过去啊。一派胡言，喜欢一个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你还嫌弃关雄？现在关雄那边已经明确说了要退婚，你名声都臭成这样了，根本嫁不出去。要是关雄还肯要你，你该偷笑了。你真是丢尽了我们穆家的脸，必须家法伺候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跟在他身后的周伯适时地递上一根皮鞭。穆雨薇看到这根皮鞭，吓得跪在地上，对着穆老太太和穆老爷子连连求饶。爷爷奶奶，对不起，你们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该说对不起的是苏婉和少辰。行吧，要是他们两个愿意原谅你，那你就可以免了这顿打。姐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很清楚苏婉在穆少辰心中的重要性，只要他肯松口，穆少辰肯定不会再追究的。不好，我这个人为人处事的原则是，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誓不饶人。苏婉，雨薇是你妹妹，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非要跟她计较吗？你就是这么当姐姐的，这顿家法下去少不了皮开肉绽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年纪小不懂事，都二十岁的人了，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啊，你好意思问我是怎么当姐姐的？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当妈的。苏婉丫头说的对，都是你生的女儿，你怎么就这么偏心呢？她被设计陷害的时候，你心疼过她吗？哎呀，别难过，她不疼你没关系，奶奶疼你。奶奶。苏婉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穆言凯不耐烦地把梁淑丹拉到一边。行了，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孩子错了就该罚，这样下次他才能长点记性。有完没完，直接上家法。穆老爷子给周伯使了个眼色，周伯接收到穆老爷子的眼色，立马挥动着皮鞭朝着穆雨薇一步一步逼近。紧接着穆雨薇凄厉的惨叫声在病房里响起。穆雨薇抱着头四处逃窜，却怎么也逃不过刷刷刷的皮鞭。许安安在一旁看着，想到自己要是不答应订婚，穆逸峰也要被打，不由得暗暗捏了一把冷汗。安安，你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家法，多亏你心疼了我，否则下一个就是我了。谁心疼你了？我才没有。完蛋了，我真是在心疼穆逸峰吗？只有喜欢上一个人才会心疼他，我又不喜欢他。你不会怪我吧？穆雨薇可是你妹妹，今天她之所以被打，我也功不可没啊。放心，我分得清利害关系，毕竟老婆才是陪我最久的人，将来等我老了生病了，老婆还要在这个手术同意书上签字，决定要不要给我放弃治疗的人，所以继妹什么的都靠边站，就算是亲妹妹也是一样。其实他之前对穆雨薇也就是一般般，现在看到他这么做，他自然也想着以后要疏远他一些。谁是你老婆啊？这人真是得寸进尺，先是提要订婚，这会儿老婆都叫上了。要不是他长得帅又有钱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在套路我嫁给他。谁接了我的话谁就是了。哼，不理你了。两人正说着话，这一边穆雨薇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。周伯面无表情地收起鞭子，推到穆老爷子身后。这么打一顿还不够，从今以后穆家基金里属于他的那一份分红取消。穆家没有在公司任职的人，是靠家族企业分红来过日子的，取消穆雨薇的分红就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办法从穆家拿到一分钱。这事都是雨薇的错，该怎么罚全凭少臣做主。雨薇的婚事，严凯你还要费点心思，去官家那边道个歉，看看还能不能挽回，否则以他现在的名声根本没人敢要。是，妈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带人去官家赔礼道歉。好了，今儿这事到此为止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他干嘛干嘛去。周伯伺候着穆家二老先走，其余人跟在他们身后陆续离开。三少你先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些天他都不回家，他根本没机会跟他说话，眼下是难得的机会，他必须牢牢抓住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知道这次是我误会您了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苏婉一边道歉，一边朝他眨了眨眼睛。为了保证成功，我都已经事先上网查过了，男朋友升级该怎么哄？一是撒娇，二是使劲夸他，三是肢体接触。现在我用的就是第一招，撒娇。你眼睛抽筋了，该去医院看看了。苏婉无语，
哼，不要生气，继续用第二招。我们家三少总长得这么好看，就算生气的样子也还是这么好看，不过不生气的样子就更好看了。我长得好看这是个事实，不需要你说。哼，现在只能用第三招了，主动肢体接触。你想干嘛？我想要。哼，要不是为了哄他，这种丢人的台词还真说不出口呢。你确定？嗯。苏婉欲语还休的又看了他一眼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暗示的够明显了。下一秒，穆少成把他手里的顶带扯了回来，然后自己动手解。你想要，那就拿去吧。嗯，刚才扯着领带说我想要，他难道真的以为我想要的是领带？故意的吧？真是直男中的战斗机。许安安跟着穆以峰刚走出几步，就接到了谢玲打来的电话。喂，安安啊，我妈妈从国外回来了，说想请你这周六来我们家吃个饭。什么？丁阿姨回来了？谢玲的妈妈丁香是一名感情专栏作家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，也很有品味。这我最近有点忙，要不改天吧。哦，那好吧。挂完电话之后，他对着偷听电话的丁香说道：妈，早跟你说他不会来了，他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都不理我了。儿子，听你这幽怨的口气，似乎是喜欢上安安的丫头了。谢玲烦躁地把手机收到裤兜里，低着头没有反驳。其实他之前也搞不懂自己对许安安的心思，但这段时间看到他和穆以峰出双入对，他心里就特别难受。别怕，安安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名花虽然有主，我也要来松松土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了。想要得到一个女孩的心呢，首先要抓住她的胃。还有，女孩子都喜欢听好话，你要多学着说一些动听的情话，实在不行就直接壁咚、树咚、地板咚。总之有你妈在，任何情敌都不需要害怕，只怕情敌不够强大。我亲自给安安打电话，你学着点。喂，丁阿姨啊。安安呢？刚才我让谢玲给你打电话，本来想请你来我们家吃个饭呢，没想到你这么忙。阿姨这次在国外给你买了很多礼物，要不然我送去片场，顺便还可以跟你聊几句。不不不，这怎么行呢？丁阿姨，你给我买了礼物就已经很好了，没有再让你送上门的道理啊。那你不是忙吗？听说你交了男朋友，是不是忙着陪男朋友了，连看一下阿姨都不愿意了？不是的不是的，阿姨你误会了， 我要不这周六还是去你家吃饭吧，不劳烦您在大老远跑来片场看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哦，到时候不能放我鸽子。丁香得到满意的答案，这才挂了电话。看到没，你妈一出场就搞定了，这周六你可要好好表现，我会给你们创造机会的。这一边，许安安才挂完电话，立刻感觉到穆以峰来了个急刹车。周六晚上，我带你去朋友新开的自助餐厅吃饭，就当作是庆祝我们即将订婚。可是，我答应了谢玲妈妈，周六要去他们家吃饭啊。刚才我打了那么久电话，难道穆以峰都没听到吗？怎么还跟我选了同一天时间啊？一定是他太专心开车了，所以没有听清吧。他请你去吃饭又没说是什么时间，你可以选择跟他一起吃午饭，晚饭跟我一起吃，一点都不冲突。晚上花钱越下容易出事，我得把他盯紧了才行。嗯，好吧。苏婉气呼呼地回到家，对着空旷冰冷的卧室心情越发烦躁。莫用想也知道穆少成今天肯定又回不来了，他已经一个人睡了好几个晚上，既空虚又寂寞。
独自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他不甘心地站起身，决定直接去公司找他。不过也不能就这么空手过去，刚好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间，他先是去厨房亲手做了几个小菜，然后装进保温盒里，这才出了门。办公室里，穆少臣坐在电脑前对着屏幕出神，时不时拿起手机看一眼。小丫头，前几天还经常给我发短信打电话，我是忍着没搭理，没想到现在就不发了，做事情怎么能这么没有毅力。算了，就是他再主动联系我，那就勉强原谅他一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，紧接着一个穿着黑色风衣踩着黑色高跟鞋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少晨，我今天刚好来公司开会，顺便给你带了我亲手做的午饭。怎么是你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也是听说你这段时间吃住都在公司，怕你吃不好，注意关心，所以来看看你啊。拿走，我不吃。这可是我精心准备的，很可口的，你尝一口试试好不好？就一口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我就保安了。虽然你是我们旗下的艺人，但总裁办公室不是你随便就能进的地方。好好好，我走就是了，你别生气啊。温佳柔见他丝毫不为所动，于是决定启动第二个计划。我肚子有点疼，能不能借用一下洗手间？只要两分钟，我发誓我用完之后立刻就走。要去赶紧去，两分钟之后再不管，我就叫保安了。两分钟之后，他从洗手间里出来。少晨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先走了。等等，还有事吗？带着你的盒饭一起滚。穆少晨把桌上的保温盒朝他丢了过去，温佳柔就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。不过他想到自己刚才在洗手间里成功实施了第二计划，心情这才好了不少，拿着保温盒走了。走到公司大门口，他刚想拿出手机给苏婉打电话，没想刚好看到苏婉从出租车上下来。哟，这不是苏婉吗？真是好久不见了。你这是给少城送饭吗？不过啊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因为他刚刚吃了我做的午饭了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他对你不过是一时新鲜，现在已经玩腻了，很快就要把你甩了。苏婉没理他，经历过那件事情，他决定要相信穆少晨，不能再随便怀疑他了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不过啊，我刚刚可不止给他送了饭哦，我们还在办公室里一起做了饭后运动。不信你就去洗手间里的垃圾桶找找看，那里就有证据。啊，少晨体力可真好，我们用了整整一盒啊。你是苍蝇吗？你这嗡嗡嗡的吵死了。两人一起到了穆少晨的办公室门口，苏婉没敲门就走了进去。穆少晨正对着电脑处理文件，见有人没敲门进来，刚想发火，一看是苏婉，顿时就忍住了。不过表面上他还是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。你来做什么？三少，我都跟他说了你很忙，让他不要打扰你，可他就是不听。毕竟你才刚跟我运动完，肯定很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一会儿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在胡说些什么啊？精神病院就在我们公司附近，慢走不送。他正跟这个小丫头闹别扭，这个疯女人又在瞎掺和什么呀？少晨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刚才还对人家那么温柔，突然这么无情了。他说你碰了他，他说有证据，就在洗手间的垃圾桶里。穆少晨不忍心让小丫头去拿垃圾桶，于是自己进去把垃圾桶拿了出来，打开盖子，果然发现里面躺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盒子。成年人都懂那是什么。宝宝，你相信我，
虽然我是在生你的气，但我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敢肯定，这是你故意丢的，想给我和三少制造误会。哼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男人在外面偷吃，自然不会承认了。就凭这个盒子，不是三少喜欢的牌子，也不是他的号码。温佳柔则是气得全身发抖，他原本是想挑拨离间的，这下却反而被塞了一嘴狗粮。